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十九面，经文第一行：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真觉。这个是大愿的第九章，在四十八愿里是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弥陀四十八愿从第十五愿寿命无量，声闻无数，诸佛称叹，一直到这个生念必生，这都是四十八愿里面最殊胜、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这一愿，古德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一愿，阿弥陀佛再大的愿心都不能够圆满，纵然建立圆满的极乐世界，提供给十方念佛人作为一个进修的道场，那谁知道呢？如果没有人知道，我们也就不会发心要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一桩事情一定要一切诸佛菩萨为我们大家推荐介绍，我们才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所以这一愿就无比的殊胜，而且呢还非有不可。那么这一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阿弥陀如来在法界之中办了一所佛教大学，办了一所规模宏伟的弥陀村，极乐世界就是大弥陀村了。一定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帮助阿弥陀佛招生，这个十方世界众生呢，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一切诸佛所称赞的，我们学佛目的何在？诸佛如来
教化众生，目的又何在？我们总得要清楚啊，要明白啊。什么是佛？如果学佛，你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都搞不清楚，那怎么能说不迷信？佛、菩萨这个名词是印度话。古代翻经的大师依旧保留梵文的原音，用音译。这个在《易经》规矩里面所谓的是尊重不凡，不是不能凡，是对于这个称呼尊重，用它的原音。意思呢，跟中国人讲的圣人、贤人是相同的。佛是圣人，菩萨是贤人呐。什么是圣？在中国词汇里面解释，对宇宙人生离世因果通达明了，这个人就叫圣人。向圣人学习的，做圣人的学生，一心一意要想学圣人，这个人就叫贤人。那么在佛法里面，经典里面的解释，佛翻译为智者、觉者，智是有智慧呀，智慧达到究竟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觉悟。觉悟就是不迷惑，样样觉悟，样样明白，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学佛陀，做佛陀的弟子，一心一意修学，求智慧，求觉悟，这样的人呢，就称为菩萨。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佛菩萨看作神仙来看待，那就错了。神仙比起佛菩萨还要次一等呐！神有天神，我们在佛经上看到，色界天神、无色界天神，这里面包括大梵天王。摩西受罗天王统领三千大千世界，他们还是佛的学生，还是菩萨的学生，是佛菩萨在家的学生，发愿护持佛法。这是我们要认清楚的，佛菩萨不是神仙的，我们不要去学做神仙，学做神仙就坏了，还是搞六道轮回，没有能够处理。我们要学诸佛菩萨真实智慧、无量智慧，这个就对了。唯有智慧呀，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这个世间问题很复杂，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天上也有问题啊。我们中国人常赞叹的玉皇大帝，这个人许多宗教啊尊称他为上帝，在佛经里面称他是忉利天主。他也有麻烦，他也有个冤家，阿修罗常常惹事生非呀，搞得天宫也不安宁啊。你们看过《西游记》呀？孙悟空大闹天宫啊！孙悟空未必闹过天宫，但是阿修罗王常常大闹天宫，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就是说明，天上也不太平。做天王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么这些，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说语都叫做社会问题。天上人间，鬼神呢，也是有社会问题呀。这些社会问题，我们今天呢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不好解决。政治解决不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舍弃过往的地位。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啊，这个社会问题政治能解决，他当过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要把王位舍弃？就说明这个问题政治不能解决。武力能不能解决呢？也不行。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传记里面看到，世尊武艺超群呐，他可以做将军，可以做统帅呀。武力不能解决，他也把他舍弃了。他也不做将军，也不做统帅了。再跟诸位说，经济不能解决，这是诸位也看得很清楚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不但不能解决，科技的负面带来的人类大劫难呢。今天诸位都晓得，战争不爆发则已，一爆发，核子大战。许许多多人都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终结的战争，就是说这个战争打完之后，世间再不会有战争了。为什么呢？全部都毁灭了。辛辛苦苦啊，这两三百年间的科技文明呢，会全部被核武消灭了。人类呀，又要回归到原始生活了。这是科技不能解决问题呀。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切舍弃掉啊。一生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我们要认清楚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呢？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了，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值得人尊敬，值得鬼神尊敬，天王都尊敬。所以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佛被人尊称为天人师，天上人间的大导师啊。
以真实智慧教导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明了之后，问题自然解决了。所以佛教是教育，决定不是宗教。明初欧阳靖吴说得好啊，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必须比这个字非常肯定啊，唯有这种教学才能带来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真正的幸福。但是，这么好的教育，必须要有人帮助推动啊！佛家讲的护法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大事业付托给国王大臣，请他们以他们的地位、权力来推动这个教学。佛法对于社会的贡献才能真正落实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啊，大力在推动，这么好的教学也会淹没而不彰啊，没人知道啊！这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生活状况当中看到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出现在我们世界，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人说距离我们这个世界十万亿佛国土那一边有一个大的世界，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我们听这种想法呢，立刻就会幻想到，哦，阿弥陀佛大概是外星人呐，外太空啊有这么一个世界，大概是外星人。这个想法算的是相当聪明了，但是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呢？外星人他还是人道啊，他还是凡夫啊，他不是佛啊。佛家讲六道，六道不是佛最初说的，印度古老的宗教，这个前一个时期，新加坡有一个9个宗教的联合展览，诸位都去看过。我们佛教排在第4位呀。顺序怎么安排的呢？按历史来安排的。历史最久的是印度教啊，在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比佛教的历史要早2000多年。
啊，这是我们在那边所看到的呀。连拜火教的历史都比佛教悠久，啊，都比佛教早。印度这些古老的宗教，他们都修定，修得很成功。啊，定功能够突破空间的维持。我们所谓的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于无限度的空间，用禅定可以突破。现在科学家证实，确实有不同空间的存在，但是现在科技还没有办法突破。也就是说，人类啊，没有办法看到过去，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但是在禅定里面可以看破，可以突破。有这个能力的人呢，把六道里面的状况就看得很清楚了。他们看到欲界天，看到色界天，看到无色界天，看到畜生道，畜生道我们能看到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我们看不到的。为什么呢？跟我们生活不同的空间维持。卧轨道跟我们的空间维持不一样，我们看不到。地狱道也看不到。他们亲眼看到的呀。所以在他们经典里面，对于六道轮回的状况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还是有遗憾，看是看到了，是很清楚很明白了，到底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六道从哪来的？六道里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了，他们也在研究，也在探讨，有研究探讨的动机，在佛法里面就叫感。众生有感了，那佛就有应。释迦牟尼佛降生到这个世界，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明他们的禅定功夫还不够，最高的只修到四禅八定，所以对这个问题观察很清楚，而不知道它的根源。佛的禅定功夫比他们高得太多了，他们望尘莫及。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宇宙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生命从哪来的，世间，佛家讲世间范围太大太大了，不是讲这一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太小了。佛家讲的是无尽的时间空间，所以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这是讲的时间呢。空间广大没有边际呀。这个里面所有的一切你都要知道，都要明了，完全没有疑惑，这个问题才算是圆满解决了。
佛家的教学内容啊，就是这些。佛告诉我们，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自己心性里头本有的德能。能够圆满理解这种智慧，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都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是把佛法的教学整个内容啊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如是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亦如是啊，没有例外的。这是伟大真实究竟圆满的教育。谁知道呢？只有诸佛如来才彻底明了。所以阿弥陀佛不能不发愿呢，请一切诸佛如来当他的助手啊，我们本寺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唐朝善导大师说过一句话，诸佛所以出心事，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意思是说，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为这么一桩事情。那么既然为一桩事情，释迦牟尼佛在当年讲一部弥陀经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讲那么多经典呢？答案都在经中啊，只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没看出来，没看出来是真正粗心。我们这样学经教啊，都应当受处分了。我说出来大家听了都听得耳熟啊，这个话听得很多，经上也看了不少啊。佛教众生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佛教化众生，诸位要记住，永远是被动的，从来没有主动教导过。这是真理呀，主动教人，你自己有意思。换一句话说，你自己就决定有分别之处。诸佛菩萨没有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们，你要想真正学佛，真正在佛法有成就，也就是你真的会开悟啊，真的会断烦恼，真的会得智慧，你首先要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控制那个念头放下。
你知道吗？佛没有啊，佛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绝没有控制的念头，绝对没有占有的念头。所以佛教化众生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如果真的是主动，那他只我相信只讲一部《弥陀经》，其他都不讲。被动的说，你要我讲什么，我就听你讲什么。这是真的。佛应机说法，众生无量无边的根基，这个要请他讲这个，那个请那个法门，佛就讲无量无边的法门了。无量无边法门是怎么说出来的呀？这是我们应当学习。如果一佛主动的，那就是一个法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化众生的事实真相。佛把一切众生根基分为三等，上等的根熟的众生讲净土法门。什么叫根熟呢？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他这一生当中就可以去做佛了。对这种人呢，讲这个法门呢，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我们接触着这个法门，如果有信心有愿心，那你就是根熟众生。换一句话说，在无量界以来呀，今天你做佛的机会到了，这个太稀有太难得了。彭吉清居士讲的无量界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我们遇到了，我要做佛了。你们诸位想想看，有很多人不相信要破坏，那是理所当然嘛。你看看他像不像成佛的样子？他不像嘛，业障深重嘛，他不像成佛的样子嘛，他怎么能接受这个法门呢？不能接受呢，那佛有办法。佛不舍弃众生的，佛非常爱护众生。这个根没有熟的呢，那讲第一级的法门嘛。所以唯没有成熟的讲其他法门，帮助他成熟，这是对中根人的。下等根的人的时候，他还没种善根，没种善根的时候帮助他种善根，已有善根的人帮助他成熟，已经成熟的人时候帮助他做佛去。净宗法门是对已成熟的善根人说的，是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就做佛去了啊。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记住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的方法手段不相同。所以善导大师这句话说得好啊，无论对于哪一类的众生，也就是说世尊无论讲解哪部经典哪个法门，到最后都是归到净土。这个我们在大经上看到了，小乘不论。为什么呢？小乘的归俗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还在十法界里头啊，他的归俗是四圣法界。大乘的归俗，在中国大乘有八个宗派，
除了净土宗之外，七个大乘宗派真正修成功了，归宿在哪里呢？华藏世界。要想修到华藏世界不容易啊，你还有分别，还有妄想，还有执着，你六道轮回都脱不了，哪有华藏世界的份呢？不但华藏世界的份没有，四圣法界里面最低的声闻，声闻的份都没有。怎么晓得？金刚经上跟我们说过，出国须陀洹，他正在须陀洹国，他都不做须陀洹想，他才真正能够得须陀洹国。如果说他有正得须陀洹想，有这个念头，哎，我正得须陀洹嘞，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为什么呢？须陀洹没有我了，它还执着有我，有我是凡夫啊，无我是圣人呐。所以我们在《金刚经》上看到的时候，菩萨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了。我们读这一句经文，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还以为菩萨才立四相啊，大概小乘没立四相啊。就仔细再看看金刚经呢，不然出国已经立四相了，出国须陀洹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寿者相。你想想看，这个多难呐！我们每一天还执着自己的成见，我是对的，你是不对的，这是凡夫之见。真正有成就的人是，你说是对的，他说那个不对也对，没有一样不对。为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才真正入境界。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到？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听白胜法师讲经，他讲了一个故事，佛门一个公案，有两个出家人呢争执，到老和尚那里去告状，请老和尚评理。老和尚问那个甲说了，老和尚点点头，你对。一听了不服气，又给老和尚说了一大堆，老和尚你也对。旁边老和尚站了一个侍者，等他们两个人走了，侍者问老和尚，老和尚啊，你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老和尚看看他，你也对。老和尚是真对呀，他们三个人都有毛病啊。老和尚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
你看问题不全部解决了吗？都化解了，都没有争执了，个个都对吧？啊，这是真修行人呐、啊！心里头没有是非呀，也没有善恶，心地真正清净平等觉，他才有能力。高度智慧，善巧方便，跟我们解决社会一切的纷争。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看看佛在经典里的教诲，要能欺负啊，要能体会到啊，要把这些道理教学落实到自己生活上，我们才真正的受用。我们迷于是明白了，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不是从思想上发生的。所以华严讲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从什么地方发生呢？从每一个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天下本无事啊，哪里不太平啊？但是一切众生最难舍的我执，我以为怎样怎样，我觉得怎样怎样，这就是你的病根啊，是你的生死病根，是你的六道轮回病根。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教化一切众生，决定没有自己，完全替别人解决问题。换一句话说，不夹杂自己一丝毫的意见，所以我们对他心服口服啊。他所说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都是我们自己心上话了，说的是我们自己心上话，不是外人呐、啊。我们怎么会不服呢？你今天对佛的教诲还有隔膜，那是你没有能体会到。你体会到了，你就会欢喜，你就会信受，你就会奉献。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换一句话说，佛的智慧真的无量无边呐、啊！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你们现在同学在那里学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讲一个小时，还要好几天的功夫去准备。问问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有没有准备啊？没有啊。为什么呢？有准备，这个经是我讲的；没有准备，这个经不是我讲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讲过经的。这佛自己说的，如果有人说佛讲经，谤佛。这个话怎么讲？佛一生所说的绝对没有一个字是自己意思，所以他没有讲，他所讲的是你们众生心理上的反应。所以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我们要怎样才能入境界呢？我们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就跟释迦牟尼佛了，默契了。
就能懂得他的意思。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才能入得了门，真正开智慧，真正是超凡入圣呐！所以佛的教学，这是因众生根性不相同。对于善根少的人，教导大家断恶修善，说明善恶的因缘果报啊。这个法小法，虽然是小法呢，不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但是确实帮助你不会堕三恶道，你能得人天福报啊！你们听话要会听，特别是学讲经的法师，我不说人天富贵，我说人天福报。福报里面可以包括富贵，富贵里面不能包括福报。你听了也许有疑问，你去问问那些富贵人家，在世间做大官的，做总统的，发大财的大企业家，你去问问他，你有没有福报？他会给你摇头，我没有福报，我太苦了。有福报的人呢，自在呀，快乐啊，他们虽富贵不快乐，福报人一生快乐。你这些话呢，都要细细去听啊，细心呢去体会呀。佛教我们呢，做佛，正是我们中国古人教学。古时候人读书，不是求功名富贵呀。古人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志在圣贤，不是志在功名富贵呀。志在圣贤，就是志在做个明白人呐，不愿意做个糊涂人呐。糊涂人是凡夫啊，明白人是圣贤。你看看从前教育的目标，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读书，这些年轻学生去选科系，首先，这第一个选择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个科系会不会赚钱？这个科系是不是很好找到工作？跟自己的幸福啊，几乎不相干呐。所以，真正幸福的人，一生呢，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是世间第一等幸福。谁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真的是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得大自在呀。一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一丝毫的压力都没有，你说他多快乐？
他给我们做个真正幸福美满人生的榜样，我们看出来了，非常羡慕，非常向往向他学习。你们在座诸位同修出了家了，我们身上也披了袈裟了，是不是真学佛呢？真学佛要好好的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是怎样生活的，三衣一钵，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了。我们有没有看清楚？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啊！我们如果见个道场，不大对劲。那佛没做过嘛？道场是谁做的？在印度，在中国，都是护法、帝王大臣，他们建造的。他们建造道场，请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佛是出了家的，没有家了。自己建个道场，不就又回家去了吗？不是跟你的本愿相违背了吗？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向人化过缘，没有问人要过钱。我们如果是化缘要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有没有想到？没钱不能办事，哎呀，不能办事太好了，没事多好啊！这世间人常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你说无事多快乐？难道你还想去找事啊？无事生非，你就造业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虽然有1000多常随弟子跟他学习的，我们查遍经文，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没有分大班、中班、小班啊？哪个是小班长，哪个是中班长，哪个是大班长？没有啊。说明释迦牟尼佛人众再多没有组织，人人是自发自动，人人好学，人人好德好善的，只遵守释迦牟尼佛六合敬的教戒，所以僧团里头人人平等，绝对没有说哪个管哪个，哪个统辖哪个，这在佛门里没有见过。佛法是纯粹的教育，纯粹的教学，绝不多事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因此，佛法要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这个世界，要靠谁呢？护法。这是我常讲的，护法的功德，我说超过弘法。弘法的人是什么？教员呢、
一个老师教员呐、护法的人是校长啊，他要不办一个学校，你这个教员再好，没有机会去教人。一定呢要有人办学校，这个学校啊要聘请你去教学，你才能帮助这些学生啊。所以佛法永远是站在被动，而不是站在主动。主动是什么？主动就是无事生非了啊，没事你找事啊。我在此地是被李牧原居士找到没有办法了。你以为我想在这里讲经啊？很辛苦啊！我本来是想的，这个韩馆长往生之后，我就没事了。啊，我准备到澳洲自己搞个小茅棚进修了。隐居起来，你说多自在啊！澳洲也许有同学去过啊，确实啊，从前韩馆长赞叹人间天堂啊，自然环境没有被破坏呀，地大人稀呀，它的土地面积跟中国跟美国差不多大，人口只有1700万，所以人与人之间呢非常和睦，人太少了，所以人跟人见到不分种族都蛮亲切的啊，真是一个好地方啊！我都想到那里去隐居啊！啊，李牧原居士这么一做，那护法嘛，他这一做，我不能不来。我不来，不但对不起他，对不起诸佛菩萨了。这是《礼记》里面所讲的“安安而能迁”呐。我有恒，身心安稳，生活环境必须舍弃掉。到这个地方来，给诸位共同学习佛法。由此可知。世间没有护法的人，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就不能住世，佛家的教学就不能够推动，在虚空法界，如果没有诸佛如来护持阿弥陀佛，殊胜的念佛法门，极乐世界啊，最完备的修学环境，也没有人知道啊！啊，阿弥陀佛48愿全部落空了啊！他今天真正的成就，实在讲靠这一愿呐。一切诸佛如来都是阿弥陀佛的护法，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本经后面经文说得很好，释迦牟尼佛代表一切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极处了。我们今天修学这个法门，做弥陀弟子，你要晓得多少人嫉妒啊，多少人破坏啊，多少人找麻烦啊，你知道了，知道就无所谓了，知道就不会被他破坏了。那些人是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呢，魔的子孙，魔子魔孙，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的。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也常常听经说法。佛讲经49年了，魔王向释迦牟尼佛要求，求佛早一天灭度。你讲经讲得够多的了，可以了，不要再讲了。佛很慈悲呀，点点头，行，我答应你。佛都恒顺众生吧，摩罗七情也恒顺吧。佛就说了，佛对于佛法，魔对于佛法很嫉妒啊。波旬说，我要想方法破坏佛法。世尊笑笑，我这法是正法，是从一切众生心性当中流出来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的。波旬就说了，等到你老人家末法时期，正法相法，众生善根深厚，换一句话说，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魔不得其变。末法时期啊，众生根性呢，逐渐差了，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没有能力辨别善恶，当然更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我在这个时候叫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了你的袈裟来灭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佛这个态度表示什么意思呢？怜悯末法一切无知的众生，所以障碍这个法门的那魔子魔孙呢，我们很清楚啊，我们遇到了对他敬而远之。你怎么障碍？只要我信心不动，你就无可奈何。我不上你的当，不受你的骗，你来劝我学这个法门学那个法门，这个法门有神通，那个法门有感应，一概置之不理，魔就不得其变。第二种破坏呢，那是无知，真正没有善根的人，人云亦云，这种人在世间也不少，我们也要怜悯他了，也不要去责怪他了。为什么呢？我常常讲，如果追究其根本的原因，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我们没有尽到做弟子的责任，所以才有这些现象出现。社会大众对佛教这些误解很深的，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常常讲经说法嘛，没有把佛教真正东西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嘛，人家说我们迷信嘛，我们怎么能怪人家呢？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呀，我们自己没有依教奉行啊，没有认真去做，人家对我们许许多多不善的批评，他那个话也不是假话，所以我们听了之后要反省，
要检点，要认真努力改过自新。那么居士林这个道场，大家现在看到都很欢喜，好像法缘很深。我们在此地也是告诉其他道场，告诉其他的法师，你们的法缘也很深啊，但是你们不去做嘛，怎么做呢？天天讲经，天天念佛，法缘不就深了吗？你有法缘，你自己不肯去接嘛，那就没法子了。这个道场现在李牧元居士是副林长，代林长，他不是司礼了。他常说，我也常说，这个道场绝对不是为我们这一个道场，为这一个道场佛菩萨不会忽略，天龙善神不会拥护，这个道场是为谁建立的？为全世界一切众生建立的道场。你们听话都要听清楚，我不是讲为全世界佛教，如果为全世界佛教这个范围圈子小了，为全世界一切众生。所以这个道场殊胜啊，我们正在做，我们不分族群，不分宗教，这就是这个道场为全世界众生啊。真正为世界的安定和平，为全世界一切众生真正的福祉，绝对没有个人，绝对没有小团体，这才如法嘛！佛怎么教我，我们怎么做嘛？我们为这个整个世界，实在讲，心量还太小了。人家诸佛菩萨那个心量是虚空法界，我们才为一个星球，你说小小的多可怜。可是我们今天四是要做到全世界。心量呢，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确实，胸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眼前的事，我们要做到整个世界，为整个世界众生干一桩什么事呢？破迷开悟啊！诸位要记住啊！佛帮助众生，这主目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真相明了，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天灾人祸都没有了，自己业障消除了，心地清凉自在，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你都逐渐逐渐通达明白了，这是大乘佛教啊。所以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我是个教员教书的，李居士做校长啊，他办这个学校啊，当校长啊，请我来教学啊。
所以有许多同修，你们想到这个地方来参加培训班，想到这念佛，常常写信打电话找我，说你找错人了。你要找老板才行啊，找伙计，伙计不能做主啊。我不做不了主啊，都要找他。他有事，我没事。我到时间来上课，你们叫我什么时候上课，我就什么时候上课；叫我在哪里上课，我就在哪里上课。我是个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所以你们说星期一《华严经》要到这儿讲，可以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又有一些同学来跟我说：“哎呀，法师，你这样做会不会太累了？”我说：“好，太累了嘛，最好叫我不要讲经嘛，我就不累了嘛。”那么到这边来讲，有到这边来讲的方便。许许多多同修都可以在一起共同学习。这个净宗学会场所太小了。我们的教室只能够容纳了培训班的同学。所以有许多听经到这个旁边的念佛堂。我们利用这个大荧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好，我们9:30到此地，讲完经在这个地方用过午餐再回去休息，都行。你们是怎么说，我就怎么随喜，我一生不会改变这个原则的，这是佛菩萨教给我。所以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会过最幸福的日子。随顺自己的知见，那你就过很痛苦的日子，你烦恼多啊。有人来见我，我每个月到香港去讲经，很多同学看到，他说：“法师啊，你越来越年轻了。”哦，我说：“真的吗？”实在讲，已经很老了，不年轻了。但是样子啊，衰老的比较慢一点，缓慢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呢？世间谚语里都说得好啊，幼能使人老啊。人为什么会老化了？忧虑太多，烦恼太多，你就会老化了。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丢掉呢？让自己心地清净自在，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你就真的快乐了。可是我们讲经的人，当教员的人行啊，当老板的人不行啊。当老板的人把这个丢掉的时候，那事情没人办了。所以当老板的是佛菩萨了，不是凡夫啊，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啊。这是我常讲，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这个是一句实话。没有护法就没有佛法住持。修行人个个人在深山里头，自己成就了，对社会、对众生，没有法子做出贡献。佛法要能够普及在这个世间，让这个世间得到真实的利益，一定要靠菩萨护法。这些护法人
真正懂得佛法，知道佛法的殊胜，发大慈悲心利益一切众生。今天我们这一会有五位居士从浙江天目山过来的，他们刚才利用一点时间呢，给我告诉我天目山同学们修学的状况，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这是真菩萨，跟这个地方的李居士没有两样。东南亚这个地区有李居士这个菩萨在，这个地方不遭劫难。今天我听到了天目山有这些菩萨在那边，中国不会遭灾难。我们对这个深深地相信，我们相信不是随便说的。我学佛47年了，在讲台上讲了40年了，我40年修学的心得真实的体会，肯定这个事实绝不是虚假的。中国人有福啊，中国这个地区有很多菩萨啊，在默默地做，还有我还没听到的啊，我听说的确实有不少啊，认真的努力在做啊。那么现在缺乏的讲经说法的人才，你们诸位在座年轻法师要认真努力啊，赶快出去讲经啊！啊，他们这些道场都已经建立了，啊，菩萨在护持了，你们赶快去讲经。啊，讲经永远不能终止，但是你又害怕，啊，怕自己讲不好。这桩事情只要你真发心，有佛菩萨保佑你啊，有三宝加持啊，只要你认真努力去准备，不可以不准备啊。准备是什么呢？表达我们的真诚，但是上台去讲呢，可能你准备的东西的时候完全用不着。三宝威神加持啊，你能说出妙法，说到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呐。这个事情常有啊。啊，你们看地仙老和尚的《圆觉经》清文记，圆觉经讲记啊，讲义是他老人家自己讲圆觉经准备的材料啊，他那么认真的准备啊。清文记姜维农、蒋维桥几个居士们听讲笔记啊，记下来之后第二天他们做一个整理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了之后非常惊讶，问他们几个，你所记载这是我讲的啊？他说是，是老和尚讲的，我怎么会讲得出这么好啊。在讲台上三宝威神加持啊，只要你有真诚心，你不能不准备，不准备不可以啊。我讲40年了，我还是要做准备，天天要读经啊。可是我告诉诸位，我一天的准备可以讲3个月，所以你看到我很轻松啊，还
还到处去玩呢，到处去飞呀。啊，我一天的准备讲三个月，啊，但是我天天读经，啊，没有一天不读经的。啊，那么我上台来讲的时候，是不是我准备东西？告诉诸位，完全没有。所以我讲完之后，你要问我讲些什么，我告诉你，老实说，什么都不晓得，啊，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啊，幸好现在你们有录音呢，把它录下来了，啊，录下来你叫我听，我也不愿意听，啊，我也不想听。这个就是李牧原居士的话了，我们都靠老板的，老板是阿弥陀佛啊，一定要得佛力加持啊，得佛力保佑啊。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为阿弥陀佛做义工，做小工的，此地道场的建立，道场的成就全靠佛力。啊，这个道场我从我到这儿讲经，李居士掌握一个原则，不化缘，不问人要钱。啊，钱多多做事，钱少少做事，没钱就不做。啊，心地清净。清净心能生智慧，所以佛是我们的好榜样，要依佛的教诲，要向佛学习。我们自己真正发心，真正肯干，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佛家讲度，度众生，这个度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服务，无条件的服务，无私的奉献。只要你真肯这样做，啊，真正有这个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为什么呢？诸佛菩萨就是这个心。现在我们发的心跟诸佛菩萨是一个心，佛哪有不护念，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世间人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善恶，甚至于连利害都不能辨别，可是护法神有能力辨别，天龙善神有能力辨别，你的心善、行善、言善，护法神一定拥护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我们看别人做一桩好事，我们看到欢喜呀，我们也会全心全力、自动去帮助他。成就人的善行，成就人的善业。那么今天诸佛如来当中，阿弥陀佛发最极圆满的善愿，超过一切诸佛如来。诸佛如来智慧平等的，能力平等的，法愿不一样啊！阿弥陀佛发的愿，一切诸佛如来从来没有发过这个愿，这是他发了。他发了之后，正中诸佛如来之怀。诸佛没有想到，他想到了，所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
没有一尊佛不拥护。那么是阿弥陀佛又有了这一愿，一切诸佛哪有不成就阿弥陀佛大愿的道理呢？这一愿是什么？这一愿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在十方世界里面呢，替阿弥陀佛招生呐，替阿弥陀佛推荐介绍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在十方世界讲经说法，就是善道大师讲的这句话了：唯说弥陀本愿海。无论说多少经论、多少法门，到最后通通归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不同宗派的同学，他学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学戒律也好，我们见到欢喜赞叹，决定没有毁谤啊。这一点我们同学们要记住，为什么不可以毁谤？毁谤你不能往生。为什么呢？那个法门你要问问是不是佛说的，是佛讲的啊，禅是佛讲的啊，密也是佛教的啊，你要毁谤就不叫谤佛啊。法佛说的，你要毁谤谤法，依照那些方法修学的，那是僧啊。你谤佛谤法谤僧，不能往生啊。第十八愿末后啊，这个愿文上讲啊，唯除无逆毁谤正法。所以你毁谤正法了，你怎么样修你都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人家毁谤我们，我们口啊，这个耳可以听呢，口不得言。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他呢？恭敬他，赞叹他，决定不回报他。你能够有这个表现，你就比他高啊。记住，两个吵架的程度一般高，一个高一个低，吵不起来。为什么呢？高的会让低的，他怎么会吵得起来？两个打架的程度也一般。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同学们打架吵嘴了，老师出分，两个一起罚跪。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头对老师这个处罚心里不服啊，明明是我有理他没有理，为什么我也要罚跪？我到后来学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般高嘛，你真的高的时候你就不会吵了吧。所以那个有智慧的人会让没有智慧的。连世间圣人都教我们礼让、忍让、谦让。让是信德，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相处没有不让的。诸佛菩萨是谦让啊，我们谈不上谦，我们要忍呢，忍让啊。谦是功夫已经成就了，那是属于谦让。我们现在在这些是是非非里头练本事、练功夫，就是练忍让啊，不能忍也要忍，不能让也要让。真正有智慧啊，通权大理，我们才能够把佛法护持好啊，才能够令正法
久住世间，一切众生有福了。我们今天很幸运的，这些科学家发明了很多高科技，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技术的性能，充分利用它。我们在此地每一堂的讲演都通过网络传播到全世界，有一位国外的同修寄一个传真给我，他特别提醒我：“法师，你讲经啊，不要只顾啊你那个讲堂里头的听众啊，在网络上听讲的至少有100万人呐。”他提醒我，这个话说的不错啊，所以我们不但要顾眼前大众，还要顾在网络上收听的这些大众们。那么这一段愿文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请求诸佛如来护法。我们懂得阿弥陀佛，还要求一切诸佛护持他。那么我们今天发愿学佛，尤其是发愿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怎么能不求护法呢？护法到哪里去求呢？求人有烦恼，人家不答应，你烦恼就来了。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大师教我，我向大师说，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好处，我懂得了。我懂得，我就有义务、有责任，要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真正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舍掉，专心来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走出家这个路子。大师点点头，好，他非常赞成。但是告诉我，你不能去找师父剃度啊。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要去找一个法师给你剃度，那个法师要不答应，你生不生烦恼？我说那当然会生烦恼。他教我求佛，所以我出家是求佛。佛替我找一个师父。这个师父怎么样呢？来劝我出家。不是劝一次，劝一次怕他不诚心啊。他大概在一个半月当中派人到这个慈光图书馆，那个时候我跟李老师学经教，大概是一个半月当中派人来了9次。我看他的心很诚恳，我答应他了。张家大师教我的话兑现了。
所以我出家有条件的，啊，因为出家都是寺庙，寺庙都是金蝉佛寺，所以我的条件是绝不敢做金蝉佛寺。啊，我出家要学经教，啊，要讲经，你能够帮助我，我就能够答应你，你不帮助我，我不干。啊，所以我们谈条件的。啊，我出家一分钱没有啊，我也不会问人要钱的，啊，但是我每一个月要到台中住一个星期，亲近李老师，这个往返路费常住要给我，我有好几个条件，通通答应了。所以我们求护法向哪里求啊？向佛求啊。佛找护法神来帮助我们呢。我到此地来没有求李牧原护法，是他来找我的。我找他就难了，我找他他不答应，你说我们这个脸往哪里过？那他找我，我还得细细看看他诚不诚心，他是不是真的如法，这个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呢？有一些人护法他有目的，拿我们当摇钱树啊，让我们替他赚钱呢，那我们不就是被人利用了？所以仔细观察他，他真的他不是为这个道场，他是为全世界做的，这个我们值得来，啊，决定要来帮助他。他要是为兴隆这个道场，为新加坡这个地区，我早就走了。啊，人家为整个世界众生，这个太难得太稀有了。啊，走遍全世界找这样心量真诚护法的，我们找不到啊。人贵知己，世间人都讲道义讲情义，我们这是道义的集合，同心同德，为佛法为众生做这一桩好事情。所以你们说传说当中有灾难，我住新加坡，与新加坡共同受这个灾难，不会说新加坡有灾难我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讲不过去啊。别说学佛，不学佛也讲不过去，决定与这个地方同生死共患难，这大家心就安了，我们自己心也安了。所以我今天离开新加坡到澳洲去，我到澳洲决定是参加多元文化，帮助他们和睦宗教，融合族群。为什么呢？这个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希望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都能够互相尊敬、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共存共荣，不要有冲突，不要有误会，不要有争执。我到澳洲是干这个事情啊，不是干这个事情我不去啊。我们澳洲有个净宗学会，现在也在那打佛七念佛，我不去。为什么呢？澳洲净宗学会不是为全世界的，这个道场是为全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理念，凡是为正法住世，为全世界一切众生服务的，我们立刻就去干。为自己，为小圈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可以找别人去，我就不要去了。你看看阿弥陀佛的心量多大，这是我们的本事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我们听话，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呐。他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真听话，释迦牟尼佛欢喜。不但释迦佛欢喜，一切诸佛都欢喜。为什么呢？一切诸佛都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们同学们发心，一生走弘法利生的道路，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决定沾惹不得，彻底放下。现在社会富裕，供养多了，这个供养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为什么呢？稍微不留意，这个供养就把你埋葬了，就把你送到阿鼻地狱了。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沾惹。李居士，你看他手上不过金钱，我们这里有些捐献的钱交给他，他不收，交给别人，交给那个管账，不摸金钱的。我接受你们供养，这个时候借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出去了，立刻就出去了。要懂得，钱不是好东西，害死人呢。古往今来，多少修行人为这一桩事情被淘汰掉了，堕落了。我们要提高警觉，民害人，利害人。你要警觉不高，决定堕三恶道。没有好啊，没有一身轻松啊。没有钱不会害病呐、为什么呢？没有钱医药嘛，没钱医嘛，所以他就不害病了。钱多的人常常有病啊，他有的是医药费嘛，他可以付得起嘛。这些话不是笑话，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存在。所以一切佛菩萨照顾，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的。你真正发心，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自己一点都不要操心。我听了很有受用，这个太好了。佛菩萨照顾是真的照顾啊，世间人照顾靠不住啊，佛照顾是真的照顾，我们真正相信，丝毫不怀疑。我一生得受用，得张家大师教诲最多。我跟他三年，他影响了我一生，真正大善之识。不是普通人，
可是他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要真干，要真做，不能够辜负他。我们真正得佛法的受用，真正在这一生过幸福美满自在的生活。那么这一愿文不难懂，意思非常深，尤其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如何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一段注的也很好，引用云译本的这个经文，汉译这是吴中原译本最早的一个本子，经文上是这样说：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过于弟子众中，叹我功德过途之善。这个意思不就说得很清楚吗？祈求一切诸佛如来在他弟子当中们讲经说法，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让大家知道。那么这些人听了介绍之后，诸天人民软动之类，这是讲六道众生闻我名字，借喜踊跃来生我国，听了之后都能生欢喜心，发愿求生净土，依照佛的教诲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将原译本的这个愿文合起来看，意思就特别明显。佛尚且求福，世间只有佛靠得住啊，人心呢是假的，不是真心的，人与人往来虚情假意呀，要搞清楚啊！今天欢喜你了，可能明天就变脸了，靠不住啊！只有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永远不变，绝对可靠。所以诸位记住，一切求佛菩萨，一切佛菩萨给我们做主，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感应道教。你说你求佛菩萨没有感应，那是你心不诚，你对佛菩萨有怀疑。你在祈求的时候，你心里头夹杂，不专心。所以，不能说没有感应，感应不明显，不显著。纯疑真诚，感应非常明显，非常显著啊！我这一生学佛47年，我是深信不疑。我在此地，这佛家常讲嘛，三转法轮，我跟诸位做证明呢，做正转呢。我这个信心是得自于老师教诲的，所以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不怀疑老师教我的，我依教奉行，从例行当中正业老师教诫
真实，不是假话，我们才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现在许许多多同修听经听了不少年了，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半信半疑，总觉得佛菩萨太虚无缥缈了，这哪里靠得住啊？还是要靠自己啊！这一念呢，大错特错了。这一念呢，又把你拉回到凡夫地位了。本来向上升了一点，一下就拉回去了。信心难建立啊！佛法修学最难的是信心。信心建立只有两种人。一种人佛家讲的上根立志，善根非常深厚，一听他就接受，他就能相信不怀疑，依教奉行，这种人一生决定有成就。另外一种人是有福，有福的人呢，他听了之后他也不怀疑，老老实实依教奉行，这种人往往也有不可思议的成就。半信半疑，既没有慧又没有福，也就是善根福德都不具足啊，这种人占多数啊。怎样培养善根福德呢？讲经，讲经是培养善根福德的，多听，长时间的听，慢慢就觉悟过来了。尤其你所听的，你所学的，在你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应酬当中去勘验，去证实，信心就会增长啊。但是有许多学佛的同修天天也读经，天天也念佛天天也在研究教理，跟生活就连不上生活干活应酬把佛法完全丢在另外一边，好像与这个不相干这个佛法就是丝毫都得不到受用，那是错了啊，那真可惜啊。不知道佛法就是现实的生活，佛法就是教我们怎样把工作做好，佛法教我们如何跟一切大众圆融和睦合作。佛法字字句句都没有离开我们生活，离开生活给诸位说不是佛法。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搞明白，如果你学佛法把佛法看作很玄很妙，不能落实在生活上，你就完全错了。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佛菩萨不是神明，佛菩萨对我们的保佑就是经典当中字字句句的教诲我们怎样得到他的保佑呢？对于他的教诲彻底搞清楚搞明白，落实到生活上，就是真实的利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保佑。所以佛法当中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愿呢就讲到此地。